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我哋喺今日呢个祈祷嘅环节，希望首先祈求圣神去降临喺我哋嘅之间，我哋咁多位主内兄弟姊妹，虽然而家身处喺唔同嘅地方，但系可能都分享住经历住同一样嘅心情，或者可能对于近日嘅疫情感到十分嘅担忧，对于自己点样去面对呢一个疫情都不知所措。天主，求你让我哋喺嚟紧短短可能依半个钟九个字嘅时间，让我哋嘅内心能够稍微咁样静落嚟，让我哋可以暂且将我哋所有嘅忧虑同埋烦恼都暂时交托喺天主你嘅手中，让我哋能够静心咁样去聆听天主你想对我哋讲嘅说话。
面對最近的一切的不可知，很多的我們的不能夠掌握，很多的東西原來都不是在我們的控制之內。很多人都感到無力、恐懼、彷徨、憂心。這一段時間，不如我們聆聽一段福音，讓我們投入這篇的福音裡面，聽下主耶穌跟我們說的話。恭讀聖馬爾谷福音。在當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海到對岸去吧。他們遂離開群眾，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狀帶他走了。與他一起的還有別的小船。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進船內，以致小船已滿了水。耶穌卻在船尾依枕而睡。他們叫醒他，給他說：師父，我們要喪亡了，你不管嗎？耶穌醒來，斥責了風，並向海說：不要作聲，平定了吧。風就停止了，遂大為平靜。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你們這樣膽怯？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呢？他們非常驚懼，彼此說：這人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Thank you.
家就好似當時嘅門徒咁樣，就喺嗰隻充滿住驚濤海浪嘅船上面。主耶穌，你仲好似好安靜咁樣喺度瞓緊覺。我哋大家都覺得好驚，我哋大家喺度諗，隻船好似就嚟要沉啦。周圍咁大浪、咁大風，完全冇停落嚟嘅跡象，點算好呢？唔通我哋就要死喺呢一次嘅風暴入邊？而家每一個人都好驚，我哋都好想揾一個解決嘅辦法，我都好想呢一個風浪可以即刻停止。但我哋喺一切嘅惶恐之中，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都首先有去問下自己：我哋有冇去尋找耶穌呢？喺一個驚濤海浪嘅旅程上面，我哋似乎睇唔到解決嘅辦法，只係喺呢個黑夜入邊繼續向前行。我哋有冇嘗試將我哋嘅憂慮或者將我哋嘅擔心，好似當時嘅門徒咁樣，去話俾主耶穌基督聽？係啊，好似當時嘅門徒一樣，覺得耶穌點解好似佢唔理咁樣嘅？點解佢可以咁安靜咁樣，仲好似喺度休息緊、瞓緊覺，好似咩事都冇咁嘅？或者呢一個就係主耶穌呢一刻對我哋有一個邀請，都邀請我哋翻返去主耶穌嘅身邊，邀請我哋嘗試向主耶穌去祈求，亦都邀請我哋去睇下耶穌在这个风浪的时候，他怎样依然是处之泰然。他都让我们去记得，耶稣是掌管一切的那个主。耶稣知晓一切，明白我们所有的忧伤、所有的恐惧，亦都能够控制天地万物一切事情的发生。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主耶稣他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去度过这个的难关。圣经里面，耶稣他在他适当的时候都用他的能力去平息这个风浪。在现实上，我们不知道耶稣会几时去平息这个风浪，不知道怎样为之平息风浪，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他没有离弃我们，而他会在他的时间会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之内，不需要有过分的担忧，我们都要继续怀着一份的平安，希望是由天主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去度过这一切的难关。在主内，常为感谢地
自己缺乏的时候，继续有一份慷慨的精神呢？怎样可以在口罩的背后，继续送出暖暖的心意呢？怎样在恐惧的背后，仍然主动，仍然热爱呢？可能这个就是耶稣时间给我们一个的任务啦。祈求天主都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份的信心、智慧，望得和一份更大的爱得，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依然可以为你作见证。心在这幽幽苦困狭小空间，每夜发生任何人怨恨及舍弃别人，仿佛人人都不可真心信任。世界趁时间，如果为这空间敢去大点关心，要令四周人人也愿意交出那热心，这刻人人都可靠近去反动快乐。走黑暗，让你心与灵魂感染这热忱，令这幽幽苦困从人间永远消失，让每一个接近你都深深的说
生命从此动听，因你的接近。是啊，因为天主其实他一路就是靠近我们，是我们看不到他，他一路都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怀着信德、望德和爱德，我们一定可以渡过这个难关。那在今天这个祈祷，我们就希望呢是以我们教区讲的那个御瘟疫的祈祷文去作为，同埋之后念天主经、圣母经同埋圣三光荣经，就作为今晚呢个短短嘅祈祷环节嘅结束。天主，你是一切美善的根源，我们来到你台前，期待你的怜悯。我们承认妄自尊大，破坏生态，祸及自己及他人的健康。为此，我们向你忏悔。天主，万物既是你所创造，你从不轻看谦卑的赤心，求你垂视我们今天因瘟疫带来之苦，愿我们重新得到你的爱怜，使众人在你内恢复和谐，与一切受造之物和平共处。求你给我们再造一颗珍惜万物之心，好能忠诚履行受托照管之职。天主，我们把所有患病者及他们的家属托付给你，求你施展大能，因赐他们身心的痊愈，分享你圣旨由苦难进入新生命的奥迹。求你帮助我们整个城市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各尽己任支援前线医务人员、社工及教育工作者，特别照顾身处高危并缺乏资源保护健康的弱势人士。我们深信，在任何境遇中，你的爱都能改写人类失落的结局。求你特别赐给所有基督徒这份信德，在充满恐惧与不安的困境中，寻求你给予我们的使命。天主，愿你为全体人民降下恩宠和祝福，驱逐一切凶恶，好使我们早日脱离逆境，以更新的心向你感恩赞颂。你是掌管生命全能的主，你和圣子及圣神永享光荣，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